本栏目由康维他特约赞助播出。From the resin of the tree to the hive of the honeybee, nature has created a powerful immunity product. At Comvita, we've pioneered a quality standard which we've called PFL. This mark guarantees the potency of our propolis products. Every dose contains an optimal level of bioflavonoids and other complex antioxidants.It's a wonderful natural protective system and such a powerful choice when it comes to building immunity for you and your family.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33节目，我是朱思红。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奥克兰市长 Phil Goff 提交愿望清单，请求政府修建新体育场。为了实现2025年无烟计划，明年1月1日起，新西兰烟草税将再次上涨 10%。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近日，奥克兰市长 Phil Goff 向政府提交的信中提到，希望能在市区修建新的体育场。除此之外，还包括请求修改法律，在市议会中添设毛利席位等等。这封满是愿望的清单中，首先提到的是寻求政府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及增添税收的新方法等。Phil Goff 提出的每升油收取 0.1 纽币地区燃油税已经得到政府同意。此外，他还提议政府资助提升新西兰交通运输的建设。在住房问题上，市长概述了城市发展机构 Panuku 与政府之间的合作，并指出出售战略性资产并不明智，因为这些资产将为城市带来可观收入，其中包括奥克兰机场 22% 的股份、议会水公司以及管理奥克兰商业货运和邮轮港口设施的 Ports of Auckland 公司等。信中还提到了奥克兰为美洲杯和2021年的 APEC 领导人会议正在进行准备，还请求政府在议会做出迁址市中心港口决定之前对其进行研究。此外，市长称一份关于在市中心建设国家体育场可行性的报告将很快公布。Phil Goff 表示市议会无法负担费用，但希望能够提前占位，并表示欢迎就能否由政府资助展开讨论。最后，市长提到关于修改法律的问题，以允许在不减少当前普通席位的前提下，在市议会中设置毛利代表席位。从明年1月1号起，政府为了实现2025年无烟国家的计划，将再次上调烟草税，届时烟草和烟丝的价格将会再次上涨 10%。2013年的一次统计数据显示，北地年龄超过15岁的烟民有19986人，占人口总数的 19.1%， 而全国这一比例为 15%。 北地地区卫生局控烟顾问 Bridget Ross 呼吁烟民借着烟草进一步涨价的机会，在这个夏季努力戒烟。按照他的说法，新西兰正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戒烟。Ross 强调，吸烟已经不再被当作是一种社交手段。比如，今年截至目前，北地已经有253人通过 TalkyRow 戒烟服务成功戒烟。考虑到北地地区2013年最近一次吸烟人口普查显示，毛利人吸烟率为34%，这次成功戒烟的人群中约有75%是毛利人，是个十足的好消息。他同时称，一些帮助戒烟的尼古丁贴剂、口香糖和定剂都是安全的，它们含有极少量的尼古丁，不足以对身体造成伤害，也不含有烟草中发现的4000多种化学物质。根据2016年的预算案，新西兰将逐年提高烟草税，用经济手段促使更多的人戒烟，实现2025年无烟国家的计划。按照这一计划，从明年1月1号起将连续四年将烟草税提高 10%， 这意味着四年后一包烟的价格将涨到30纽币，税金所得将被划入国库收入。从2010年开始，新西兰已经数次上调烟草税，但在一些学术界人士看来，这种举措不仅无法起到降低吸烟率的作用，反而钝化为一种敛财工具。无论如何，从健康的角度来看，戒烟也是势在必行。如果你也打算戒烟，可以拨打 TalkyRow 戒烟服务电话0508-8651-728。奥克兰部分学校教工职位空缺，但却没有人前来应聘。偏远地区的学校更是面临着相同的问题。面临如此棘手的问题，政府宣布投入950万纽币资金来应对教师短缺的问题。本周三，教育部长 Chris Hipkins 宣布，政府将会扩展针对低评分学校招聘新教师的自愿入职计划，主要投入到科学、科技、数学和毛利语的教学当中。同时，这笔资金还会用来招聘海外教师到新西兰来任教，包括来自英国、爱尔兰、加拿大、南非和斐济的老师。
Secondary Principals Association 的主席 Mike Williams 表示，这笔资金是否能够缓解教师短缺的状况，他持怀疑态度。Williams 认为，政府出手是好事，但可能为时稍晚，能起到的作用并不大。血液是一种无价的礼物，每年拯救了 2.7 万名新西兰人的生命。新西兰血液服务局 NZBS 鼓励人们卷起袖子，注册成为一名献血志愿者，帮助拯救更多的生命。NZBS 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在过去两年里 ，O 型和 A 型血是 Rodney 和 Hibiscus Coast 最常见也是最急需的两种血型。NZBS 市场销售及通信经理 Bird 说 ，O 型阴性血是万能血型，可以给任何人输血。在奥克兰北区，34%的献血者为 O 型阳性，29%为 A 型阳性，12%为 O 型阴性，7%为 A 型阴性。另外6%的献血者不清楚自己的血型，总体来看 AB 血型者比例很低。 Bird 说，现实情况是对血液的需求从未间断过，每年需要招募20,000名新献血者，以代替因为疾病、退休和个人原因而流失的献血者。目前有110,000名登记在册的献血者，但这还不到合格献血人数总量的4%。 Bird 说，在新西兰每天有74人受益于陌生人捐献的血液而获得治疗，甚至得以存活下来。 Bird 同时强调，许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是，有些人只能接受特定类型的血液。对于这些献血者，他们献出的血液可以挽救更多的人，但当他们自身需要血液时，却可能面临血液储存不足的危险。新西兰负责医疗安全的 MedSafe 本周一发布通知，要求在一些手术中停用手术用修补网状织物。在过去的10年间，这种手术材料已经给新西兰数以百计的患者造成了新的痛苦。据报道，过去10年间，意外伤害局 ACC 已经为数百名在手术中使用了修补网状织物的患者支付了1,300万纽币的伤害索赔。这些伤害包括侵蚀患者机体、与人体组织发生粘连以及引发剧烈的疼痛。据悉，这种手术用网状织物也是一种网状植入物，用于治疗妇女的盆腔器官脱垂、尿失禁以及肠脱垂和疝修补。在2010年到2014年的4年间 ，ACC 共收到超过200例体内植入网状织物患者的投诉，为他们安排后续治疗以及赔偿的费用超过200万纽币。另外，这种植入式网状织物在美国已经引发了1,000宗法律诉讼。12月11号下午 ，MedSafe 要求在治疗盆腔器官脱垂和压力性尿失禁的手术中禁止使用修补网状织物，除了上述两种手术，疝修补还将使用这种材料。 MedSafe 的医疗顾问说，新西兰是第二个对于修补网状织物做出限制的国家。上个月，澳大利亚医疗监管当局已经做出了这一决定。奥塔哥大学刚刚公布了一项关于老年人的研究报告，称新西兰1/5的新西兰体弱老年人都备受孤独的折磨。这份研究调查了7.2万名新西兰老年人，发现其中超过1.5万的被调查者都感到孤独，而亚裔老人的孤独感比例最高，占到了23%。太平洋岛民老人的孤独感最低，占17%。这一研究由政府出资，旨在改善老年人的生活现状。该研究的主要研究人员之一 Jamieson 博士表示，孤独感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他说，与朋友和邻居的互动十分重要，既有利于老年人保持独立，还能让他们自己照顾自己。而孤独则会产生很多的健康问题，比如抑郁、焦虑和呼吸问题等。他说，现代社会社区交往、邻里互动的减少，导致很多老年人感到孤独。大家要意识到，社区里有成千上万的老年人都感到孤单寂寞，特别是在圣诞佳节到来之际。在呼吁人们多关心身边和家中的老人的同时，他表示，下一个研究将衡量孤独对健康的影响，比如是否需要住院治疗等等。近期在奥塔哥发现的企鹅化石让学者们激动不已，因为它的体型和成年人类一样高。这只巨型企鹅的长度比以往发现的任何企鹅骨骼都要长，而当今最大的企鹅南极的帝企鹅身高也仅仅只有1.2米。这个化石是在奥塔哥的 Hampton Beach 发现的。据研究，这只企鹅在站立时体长约1.6米，游泳时体长可达1.77米，体重约为101千克。据悉，化石可追溯到6,000万年前，和已知最早的企鹅化石一样古老，而体型却要大得多。科学家认为，这只巨型企鹅是一只非常结实、肌肉发达的动物，常常深度潜水以捕获猎物，不是人类能够活捉的类型，因为它要比一个成年人还要强壮。
新的研究表明，在6600万年前恐龙灭绝之后，企鹅生长十分迅速。此前，一只不会飞的海鸟会受到大型海洋爬行动物的威胁，还有与鸟类争夺食物。一旦爬行动物灭绝，飞行的能力就不那么重要了，这就为企鹅的出现铺平了道路。而鸟类在失去飞行能力后，往往会进化成更大的尺寸，这在企鹅族谱中不止一次出现。研究人员认为，齿鲸和海豹等大型海洋哺乳动物出现之后，加剧了对食物和安全繁殖地点的争夺，而这些新来者也可能对大企鹅进行了猎捕，最终导致了它们的灭绝。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资讯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TV33-NZ， 大家也可以搜索微信号 TV33News， 或者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 TV33 观众互动微信号和我们保持联系。稍后是明天的天气预报，欢迎继续关注。 From the resin of the tree to the hive of the honeybee, nature has created a powerful immunity product.At Comvita, we've pioneered a quality standard which we've called PFL. This mark guarantees the potency of our propolis products. Every dose contains an optimal level of bioflavonoids and other complex antioxidants. It's a wonderful natural protective system and such a powerful choice when it comes to building immunity for you and your family.GTG 土方工程民宅土方业的领衔军，采用国际先进设备，速度快，效率高，提供民宅商业开地、场地清理、土方搬运、挖坑钻洞、石子回填、旧房拆除，为您解决土的烦恼。奥克兰土方内加强， GTG 土方来帮忙，欢迎致电09216-2888。做房地产中介已经5年了，从默默无闻到连续成为分行第一、全国前25名，我的秘诀只有一个，就是用心，秉承初心。我是魏郭，您用房，我用心。黑色瞳孔洞见人间百态，乡音婉转道尽世间冷暖，人与自然。一定要给他一份礼物的话呢，我想这个礼物一定来自大自然。人与动物，知道他在这里，也就有一种安慰了。人与文化。这些人到我们这里来说的话，咖啡是作为一种时尚品，咖啡是他们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每一张脸都是一个故事。人生要把自己的时间开始安排，我希望把我的生活安排，就是说有成就感。新西兰大型华人纪录片《人物志》，中西融合，亲情献映。